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早晨咁多位，咁咧今日咧就有个访问嘅，咁咧就访问咗资深足球评述员李德能先生，德能兄你好。你好啊，陳先生。你好，你好。咁就嗱，今次點解揾到德能兄做訪問呢？咁樣對我嚟講就深感榮幸啦，因為細細個就好話嘅，真係聽你講波嘅小 fans 啊咁樣。咁咧就嗱，點解會揾到德能兄做訪問呢？其實就源於一場比賽啦，就係奧運嘅外圍賽，咁啊足球外圍賽，咁就可以話有一個比較標誌性嘅一個賽事啦。咁就香港咧就輸咗俾中華台北，咁輸俾台灣啦，1-3咁樣，咁就係、48年嚟咧就首次嘅敗仗咁樣，咁如果你話睇翻過往嘅結果嚟講咧，就過往我唔知德能兄有冇認同啦，即係對身中華台北都好似覺得食硬咁嘅情況咁樣，咁但係今次就真係落敗啦咁樣。我今次就想即係都睇下德能兄嘅意見啦，即係譬如由翻呢場波開始講起，咁就去到成個香港嘅足球發展啊，或者青年人啊繼續最新足球嘅情況，即係應該點樣走自己條路咧咁樣。咁亦都源於一篇文嘅，其實就見到阿德能兄咧，就喺有個專欄啦，喺 Yahoo 嗰度就關於呢場波嘅評述咁樣。咁嗱，我個人嚟講啦，我覺得都幾狠嘅喎，開炮得嚇。係啊，都幾我當然睇到個心痛啦。不如咁啦，先場嗰場波睇起啦，淨係單從呢場波嘅評述嚟講，你覺得雙方表現係點樣呢？如果真係從波個過程咧，因為我冇得睇啊，冇電視直播冇成咧，真係講唔到佢哋個表現點。不過咧，即係不能不説，就係呢個戰果咧，都令我好愕然嘅。去到呢個 U23咧，其實好多球員都係22歲、21歲咁樣咧，都已經係轉咗做職業球員㗎啦。即係我會用一個專業球員嗰個踢球同埋個要求去睇啦。如果已經有相當多嘅成員咧，已經係全職嘅説話，咁其實如果對住仲有好多業餘球員嘅中華台北隊咧，咁我期望咧呢場波佢哋係贏嘅，咁啊結果咧佢哋輸咗1-3，咁確實係令我當時有個感覺個心都痛一痛嘅。係嗱，我睇翻資料啦，咁樣如果中華台北隊即係 U23嚟講咧，入波幾位球員都係喺中國踢緊波嘅。即係佢哋職業球員啦，咁樣雖然咧就計資料顯示咧，大部分都預備組嘅比賽，咁但係其實九成嘅球員咧都係業餘球員啦，因為當地台灣本土就冇自己嘅職業聯賽啦，甚至佢哋其實都係大學生嚟嘅添，咁樣咁樣咁別你講啊，冇嘢，我就話你個資料都好正確嘅，即係如果香港同台灣相比咧，大家都知道個背景啦。咁啊，台灣過去嗰100年咧，就都受影響最大嘅，其實就係日本同埋美國。咁所以喺全世界華人社區裏面咧，好似唯一一個足球唔流行嘅地方就係台灣。咁但係咧，台灣其實近年嚟咧，喺大家未必有留意嘅情況之下，其實佢哋係慢慢進步緊嘅。咁所以咧，好似你提及嗰篇文咧，我都有講，見到台灣進步，我其實開心嘅。係啊，見到台灣。有越嚟越好嘅成績，我亦都唔係好意外嘅，因為佢哋真係進步緊。只不過咧，就係人家進步嘅時候，如果我哋唔進步咧，就會出現一個我哋會覺得好難堪嘅結果啦。係，我都揾到資料咧，都話台灣其實短期內啦，可能呢幾年咧都會發展佢哋嘅職業足球嘅聯賽嘅咁樣嚇咁樣。咁嗱，另一方面啦，我諗都睇到即係德能兄個專欄嗰個文都見到個心痛喺度啦，咁樣都尤其是都會我感覺啦有啲怪責啦，即係你話體格上你冇理由會輸俾台灣嘅球員啊，或者都係亞洲區嘅球員啊咁樣，咁會覺得你都寄語講嘅就係話希望喺體能啊技巧啊嗰方面，希望即係再燃起行啊，喺個練習方面再加緊啲，我想問言下之意，你有冇覺得香港嘅職業球員其實練習唔充足啊，定係點樣咧？練習嘅條件冇人咁好咧，就係不爭嘅事實㗎啦。但係咧，練習嘅條件冇人咁好，唔代表就係話，咁我於是咧就一定個出嚟嘅效果唔好嘅。咁仲要睇下你即係個球員咧對自己有幾大嘅要求啦，咁同埋你有幾投入啦。
即係我自己未必係一個好全面嘅了解，不過以我認識嘅一啲球員啊，以我認識嘅一啲球隊咧，我就覺得其實個即係進步嘅空間仲係好大嘅，佢哋可以做好啲嘅空間咧，其實仍然好大嘅。香港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有趣嘅之處咧，在於香港太好玩，即係衣食住行咧個節目可以太豐富，所以咧唔係淨係本土球員嘅。以往過幾十年嚟，好多外援球員咧，哇嚟到香港初初表現，哇成第一出嚟，個個踢得好好喎。但係好多前踢踢下咧，都會越踢越差嘅。有一部分球員咧，喺近年離開咗香港之後咧，就回憶當年香港嘅生活，佢就覺得即係自己嘅波點解踢踢下會差咗咧？啊，離開咗香港之後又好翻嘅喎，有個原因咧就是、香港太好玩啦，太容易咧就出去夜晚可以去飲杯嘢啊，出去。食啊，即係變肥仔嘅 case 好多嘅。咁呢個比較即係豐富嘅生活咧，對年輕人嚟講嘅誘惑好大。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呢一批真係有志投身足球嘅球員咧，我會寄予佢哋自己嗰個自律性一定要好高啦。你唔好睇少每晚早兩個鐘頭瞓，早兩個鐘頭起身，其實分別可能就已經係好顯著啦。咁所以當我聽到或者見到一啲相，見到香港青年隊啲球員喺台灣輸咗波嗰種傷心嗰種痛哭，我會覺得佢哋其實係唔係撇嘅，佢哋喺想自己做好嘅時候，但係喺實質嘅空間上邊咧係未做到十足咯。所以我嘅寄語就係希望佢哋痛一次，然後得起心肝，下次唔好再俾自己痛。嗯，因為我見到譬如足總佢都有對於呢場比賽都講緊有致歉啦，即係譬如金判坤都有提過咁樣啦。咁頭先阿德能兄有提到，譬如香港個訓練條件不足，咁可能因為我哋節目咧就唔係一個足球節目嚟嘅，都係一個綜合性嘅時事節目咁樣，可能好多聽眾未必了解咁樣。頭先有提到，譬如喺香港嘅一個訓練嘅條件不足，可能我哋第一件事諗到就係會唔會係場地不足啊咁樣。咁但係除此之外，場地有啲咩問題，或者除此之外其他嘅一啲嘅條件會有咩影響？到球員嘅訓練咁樣咧，我上次即係盡簡單啦。場地就整體嚟講咧，都係好唔足夠嘅。咁我哋嘅合適嘅比賽場地咧，如果去到叫做達到專業水準嘅咧，可能真係得兩個三個嘅啫。訓練場地咧，最大嘅問題就係可能數量我哋其實唔少嘅。係咯，香港嘅康文署管轄嘅場地啦，哇！如果俾個數字出嚟，可能都幾多嘅。但係咧就係個政策上面咧太過一視同仁啦。因為康文署作為一個政府部門，佢一定要個政策係大家冇特權，大家咧都係冇優待咁。於是乎咧你去 book 個場踢波，同一間球會去 book 個場踢波，其實個待遇一樣嘅，每個半鐘頭咁又收你幾多錢咁樣。咁最多咧就只係俾啲頂級嘅聯賽同埋足總咧，要有一個優先訂場嘅權利，但係咧都有一個比率嘅限制嘅。咁旗下訂咗咁多嘅場，佢又要分俾各班球會，又要分作比賽，然後又分俾青年軍咁。於是乎咧，千錘百扣咧，其實大家都攤到好薄。球隊嘅練習時間又唔夠，代表隊嘅練習時間又唔夠，青年隊練習時間，大家都唔夠，一碗粥幾粉食，就結果幾個都肚餓。咁都未講過場地嘅質素唔好喎，更加令到嗰個訓練嘅效果咧，係如果同人哋有較為好啲嘅場地，唔使遠嘅，唔係淨係講英國，間間球會都話自己有球場，就講我哋鄰近地方，國內啊，泰國啊，講得。即係講得醜啲，可能澳門都好過香港嘅。咁所以咧，我哋的確喺嗰個訓練嘅設施上面咧，係受嘅限制好大。你想練都練唔到幾多時間。咁何況咧，我哋仲有個社會嘅限制。喺十八歲之前咧，而家冇我哋冇職業球員嘅。係。基本上去到十八歲咧，啲青年聯賽都係業餘。咁業餘咧就全部嘅球員咧都係讀緊書。係。而家個改制之後咧，一個 DSE 一個。DSE 定生死呢個考試嘅制度咧，亦都令到好多球員喺十六七歲咧，就已經其實停止咗或者大幅度降低咗個訓練嘅時間，因為啲父母都擔心。咁所以喺一個客觀同埋喺一個即係主觀環境嘅條件嘅限制之下咧，令到我哋本身已經好困難去出好球員啦。咁如果嗰啲仲係好希望踢波、想係做出啲成績嘅球員咧，更加要善用僅有嘅時間。
因為頭先我咁樣聽阿德蘭卿講，你頭先都有提到就香港嘅球場都不缺嘅，即係或者我哋一啲嚇，唔少㗎，係咯，我哋普通朋友仔嚇揾個人造草場或者草地場踢波，其實都可以都叫 book 到啦，都叫唔少啦，雖然都要排隊咁樣。咁但係你意思即係話希望可以政府嘅政策方面可以都再優待譬如職業球會多啲咁啊，令到佢哋嗰個訓練嘅時數啊，嗰、那個場地可以更加幫到手啦，咁樣係咪啊？嗱，一個喺香港崇尚公平嘅地方，如果你用到優待呢兩個字，好似乜？我都唔係嘅優待我只係覺得咧，政府既然而家喺康文署同埋喺民政事務局下面已經成為咗佢哋其中一個小嘅政策，就係希望咧，即係令到香港足球可以復興。咁既然你有一個咁嘅政策目標嘅時候咧，你要有一啲咁嘅政策配套先得嘅。系咯，我都会认同有一样，因为譬如其实之前甚至都有，譬如有凤凰计划呢样嘢啦，讲紧系动用紧公帑啦，就系、是、希望推动到香港嘅足球发展，希望可以推到去世界排名100名以内咁样，但系而家最新公布就167名咁样啦，可能都会有人怀疑嗰个公帑嘅使用咁样，但系嗱我自己个人觉得啫，咁如果你话场地都既然喺度咯，希望俾职业球会尤其是一啲平日翻工时间嘅下午咁样，其实都放。對政府政策嚟講，應該就唔係一個太大嘅困難啦。咁但係如果另一方面啊，假設係對於政府嚟講、足總嚟講，有冇其他嘅方法？你嘅建議嚟講，可以再幫到香港足球嘅多啲啊，或者其他方面可以幫到手嘅？足總作為香港嘅足球嘅領導機構咧，無論幾艱難都好咧，應該仲要繼續加大嘅力度咧，去爭取即係一啲可以自己擁有嘅場地咯。香港土地困難，大家完全明白噶啦。但是如果你同一個類似的項目叫做欖球，是欖球參與的人數怎都不及足球那麼多，是但是欖球的進步在過去那二十年呢是令大家拍爛手掌，即是他們所做了的很多 的發展工作呢其實是很值得參考的，所以欖球呢現在其實他們有自己的場地，經濟拍他們 有個人所有場地，最近呢在天水圍他們也都找到一大在天水圍的角落頭那個天業路的公園那裡呢都有一塊地，他們又做了一個欖球訓練場，這些大家遇到的困難一樣的情況之下，其實欖球總會能夠做到的，那足球即為什麼我們真的不行呢，那我覺得其實這裡還是可以再努力一些咯，你必須要擁有一些可以自己營運的球場呢，你才可以談得上話給代表隊有個好啲嘅訓練環境，或者我哋啲高質素嘅球員有個理想啲嘅訓練環境。如果唔係，即係好似你話齋，你又 book 到個場地踢波，但係咧啱啱你接手之前咧，其實就香港隊喺度練習。咁你話作為一個職業球員，即係佢嗰個感受會係啊，佢喺一個沖涼房度沖涼隔離，即係呢個絕對無不敬啊！但係咧就係、是，我明白會唔會啊啲市民老老亂亂？係不過佢話我球星嚟喎，咁其實咧又喺埋一個公眾嘅。在浴室做沖涼，咁即係我哋係唔係就覺得呢個都好合理咧？啱嘅。我覺得如果要俾一個榮譽感一啲專業球員或者代表隊嘅球員咧，你真係要有一個環境令佢哋感覺到有榮譽咯。同埋因為譬如你講緊就係香港嘅足球發展啦，即係其實已經係去到職業化啦，而家就係講緊港超聯嘅時代啦。咁拍翻可能排名差唔多嘅，譬如講台灣啊、澳門啊，或者其他鄰近即差唔多排名嘅亞洲地區嘅話，香港嘅其實講緊香港嘅職業足球或者香港嘅足球聯賽發展都係一定係悠久啦，同埋亦都係職業化啦。但係對於喺成個職業聯賽嘅發展裏邊，但係又好似同成個港隊嘅成績又好似係有啲配合唔到嘅。咁但係你有冇覺得個聯賽發展係咪都有影響到，或者有佢嘅困難喺度咧？其實歸到賽跑啦，即係過去好似你講，我哋六十年前咧，即係半個世紀多啲以前，香港其實根本係帶領緊亞洲嘅足球發展嘅。亞洲足協嘅成立都係因為香港提倡亞洲足協。即係最初嘅秘書長，第一任嘅秘書長係香港人嚟嘅。所以當時我哋嗰、那個角色係好重要。不過咧，幾十年嚟你自己行得慢，人哋行得快，咁你於是咪逐漸落後於人咯。好難講話而家係邊一個環節出咗最大問題。有人話：，足總換曬足總啲人咧，咁就好噶啦。我就唔睇得咁簡單啦。係或者有人會覺得冇錢有錢咧，我哋就得噶啦咁。咁其實如果真係有錢就得咧，就好咯。
因為譬如 J 呢就係掟咗大嚿錢，跟住就都蓬勃起嚟噶嘛。係啊，因為一個系統嘅健康與否咧，其實每一個環節都有關係。係。而家啲球會咧，其實我亦都覺得嗰個運作嘅職業化嘅程度咧，其實都好參差嘅。嗯。雖然有幾間球會咧，佢哋都已經用咗一個幾現代化同埋一個幾職業化嘅方式去運作個球會，咁但係咧亦都仍然有一啲球會咧，佢哋嗰個運作方式同幾十年前冇乜分別。嗯嗯。咁於是乎咧，喺一個聯賽，如果大家嗰個專業水平有參差嘅時候咧，咁出嚟個比賽或者俾觀眾個觀感咧，哦、okay ，就會差異好大嘅。你會覺得哇，香港啲波咁漏爆嘅咁。嗯嗯嗯。我最常聽到嘅咧，有一個反應就好有趣。係。好多人嚟話俾我聽，哎，香港啲波唔好睇啊，咁樣。咁於是我就話、你其實有冇睇嘅咧？好耐冇睇啦，睇啫咁樣。嚇！啊，即係呢度反映到問題就係、是，其實佢好耐冇睇噶啦。係。不過佢個印象就係香港啲波唔好睇喎。係。其實近年嚟香港啲波係好睇翻嘅喎。嗯嗯嗯。睇翻一啲嘅喎，不過好可惜，因為嗰啲已經好耐冇睇啦，嗰啲人。其實佢已經有個印象喺度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其實逆水行舟咧，喺個艱難嘅時間要將啲球迷再帶翻入場，比起吸引呢啲新球迷，其實更加困難。而家我哋面對嗰個難度咧，唔單止係要做好啊，而且咧係要做好好多，要做一咁咧先至可以咯。咁但係我哋而家連見到連做好都仲未得，係加零一，係頭先嚟講令人即係有令人嘅氣餒嘅地方喺呢度。嚇！頭先聽到德能兄有講，就話喺職業聯賽嗰方面咧，喺專業化嗰方面係有啲參差喺度啦。咁我哋即係外比你即係外行人咁滯啦，真係我即係咁樣，或者我哋嘅聽眾都比較少接觸足球嘅情況之下，你頭先所講嘅專業化參差咧，我八卦咁啊，即係具體啲會係一啲乜嘢咧？嗱而家第一屆嘅香港嘅超級聯賽咧未打完啊，咁好多人都認為而家個超級聯賽同舊年。前年的甲組聯賽有什麼不同呢、最大的分別是普通球迷見不到的、就用了一個叫發牌的制度以往足總是一個會員的制度、即是你是足總的屬會你就有資格派一隊隊參加賽的了是但是現在不行的你還要符合發牌條件裡面的要求、你才可以有經營的資格、而這些條件正正就是其實啲所謂專業的要求了譬如說你每年要有一份核數報告啦、你所有球員哪管只是傷風感冒去看醫生你都要留記錄啦、一間球會裡面的結構你要需要有些什麼職位的人令到你整間球會的運作不是好像以前那樣、集中可能是一兩個有心人一兩個即是挑人手上、訓練他又要管買球員又要管然後合約又要管約友誼賽去開會的又要管即是以前未是很職業化的時候呢很多球會就是這樣的了一兩個人就哇好像帶住了隊球隊但在現在專業化要求裡面呢已經要求分工的了要有專人呢做球會的行政要有專人呢做、市場推廣那這些的要求長遠來說呢是一定是正確的、不過現在呢就經歷一個過渡時期了有些球會認為我花咁多錢又請到咁多人，有咩分別啫？我以前做得到喎、講翻譬如青年人嗰方面啦，因為可能聯賽嗰個過渡期都要可能一段長時間啦，我哋可能感覺到就係、是，但係我哋明白就係、踢波嘅。做球員的生命是很短啦，尤其是青年咁樣係好短的光陰時間。你有冇諗過就係話，如果班青年即係有志於足球嘅時候，其實譬如台灣都會搞職業聯賽啊，甚至台灣嘅而家喺中國落班嘅球員，佢都覺得其實台灣都冇嘢幫到佢，即係本身佢哋當地嘅足總啊，咁樣都冇幫到佢哋。有冇其實有冇諗過，譬如寄予小將，不如盡快向其他國即係香港以外嘅職業聯賽去投身啊，咁樣會對佢足球發展會更好咁樣咧？我就看不到有這個必要的不過如果你說有球員他的水平他達到更加先進國家的那個人家向你招手請你加盟那當然呢開心都留得及絕對歡迎球員出外去嘗試外面的世界是更加闊不過即我們有沒有需要將這個成為一個目標就是說我們訓練這些球員將他輸送出外呢我覺得是沒有這個必要的一個關鍵就是我們本身有沒有一個好的比賽環境嘛我哋聽都有噶，我哋香港最高峰嘅時候試過有14隊職業球隊噶，係14隊職業球隊比好多歐洲國家個規模更加大添。咁只不過而家咧，我哋荒廢咗青訓工作一段
短嘅時間啦，我哋缺乏咗一兩代嘅青年球員啦。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又要同後追趕。咁而由於過去荒廢咗咧，亦都令到好多家庭啦，好多青少年本身咧，其實佢都未必有信心將來去以足球為佢嘅事業。咁於是咧，我哋而家其實要做嘅唔係驚香港冇人，你要做一個好嘅環境，令大家放心在裏面進行訓練，甚至俾啲年青人多一個選擇，就是以足球作為佢哋嘅事業。咁個做法咧就係、是、除咗你要有訓練嘅環境之外咧，你仲要有一個好嘅階梯制度，譬如話可唔可以喺16歲或者以上就開始引入一個半職業嘅系統，俾運動員咧有一個合約制，一邊接受較為高質素嘅訓練。咁令到佢哋第日銜接上去頂級聯賽轉為職業球員嘅時候咧，就更加流暢咧。咁所以而家其實出現咗一個斷層嘅，去到18歲都仲係業餘嘅時候咧，就算喺18歲踢得好好都好啦，發覺再跨上一步咧好困難嘅，因為係講緊由業餘轉職業。咁呢度咧，而家我哋係有一個空隙，我哋係需要填補嘅。咁呢一啲工作咧，除咗有個好啲嘅環境，包括球場啊、訓練質素之外咧，其實一個好的晉升的階梯制度呢，其實都是重要的。而這件事我覺得呢，以香港現在的經濟條件是做得到的。明白了。這樣那呢，因為都不阻德能已經太多時間了，那都很榮幸今天找到李德能就接受訪問。多謝李德能接受我們今次的訪問，多謝你。多謝你。拜拜拜拜。